Thank you.
家特别的来做一个公布。在决定宣布之前呢，我们邀请五位辛苦的评审老师，就今天大家全体的表现来做一个分数的奖励。今天我觉得蛮遗憾的是，我觉得台上的美少女们美都很美，才艺也很棒，也很认真跟用心，有巧思的准备，可是口条都非常的不好，大部分来讲，对我来说是没有过关的，好，包含你的抑扬顿挫、你的口齿清晰度等等，好像我们台上这位主持人就非常的优秀，对。我会希望将来不论各位任何一位，就是不论你是有入选也好，或者后来没有入选的，美少女们，你们都可以在你的口条上面再去多加强，因为这个不仅仅只是为了宣传行销而已，你将来对你自己而言也是一个加分呐、啊，好、哦，所以在口条还有这个稳定度上面，要大家再多注意一点。好，辛苦各位了，谢谢。谢谢我们五位奖评的老师给了我们许多非常棒的，谢谢我们今天新加入新进奖留步在我们的舞台正中央，与我们所有的得奖者和参赛者共同接受合影，希望我们中间的靠近，同时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参赛者呢能够来到我们前面的位置，露出我们最美丽的笑容。谢谢今天有你们灿烂的演出，才让我们有如此棒的机会。